这是昨天跟Ethan 还有牡丹去内湖，我们经过一间这个店，然后就进去逛一逛。它上面写说两岁以上，现在牡丹也快两岁了，想说它可以玩玩具了。然后那间店呢，觉得好特别，因为它进去那个店里面以后，它是很高挑，然后很多很多的陈列，放的音乐是大人听的音乐，所以不会觉得进去太可爱或太腻。我们就先在座位区玩了一下店家里面陈列的玩具，然后点了一个气泡水在里面玩一玩。妈妈知道你会喜欢这种，然后在气氛很好，所以就买了一个玩具，期待等一下可以跟他一起玩。哦，你看穆勒车车，还有会买这一盒啊，是因为一等看到开合起来的东西，因为牡丹很喜欢玩这种盒子类的，打开关起来的这种。嗯哼，那它的围栏里面我们也放了很多盒子跟袋子，甚至保鲜盒让它可以玩，就是小朋友建立空间概念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我们小组长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车子，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车子，就是典型的小男生。嗯哼，车子后面可以抬起来关起来，就是这种开关型的他会喜欢。嗯哼，打开关起来，这上面还可以放东西，你看可以叠这么高，哎，可以发挥想象力还有你的小手指的肌力。这是你啊，妈妈看到你好高兴哦。这边看起来还有一个说明书，你可以看图说故事，有两个人，垃圾袋，还有三个垃圾桶，还有一台垃圾车，跟 Don't know what that is。 Create a story。嗯哼，把人都放在垃圾桶哦。爸爸，现在，现在，对啊，菜菜，你叫这菜菜啊，好棒啊！偷吃啦！最近天气越来越热，想要吃一些清爽开胃的东西，所以准备了牛角肉跟鸡角肉各一包，锅子不用再另外加油了。下锅把角肉炒熟了以后，加一点黑胡椒啊、盐啊，或者其他你喜欢的香辛料，我还加了柠檬汁，然后用莴苣叶子包起来就可以吃了。莴苣如果怕一次买一颗吃不完，也可以包在早餐的三明治里面吃。另外我还多煮了一点饭来搭配，免得吃不饱。感觉上这个菜如果配个粤式面包也是可以的。夏天的饮料我很常使用柠檬，就是柠檬带皮泡水喝，然后加了维他命的发泡锭。吃鱼，嗯。
们要刷牙牙咯，说拜拜拜拜。那虽然说不要，他还是客气的说拜拜。对啊，然后就要brush your teeth brush your teet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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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这个母子下厨时光我们这位小大厨他觉得材料还准备不够我们在哪里他拿最重要的砧板过来对妈妈要砧板我也要砧板刀子来刀子对刀子没有拿切鱼刀子在哪里去拿刀子来刀子切木乐有个玩具刀子你的刀子嘞那是妈妈的刀子。你也有一个刀子啊，你的木头的刀子。找到刀子了吗？这不是刀子。来。哇！你做到了，你很努力哦，哈。努力的孩子。这个是什么？我研究了。压这边，摸了。哦，打开了。装回去了，然后再压。扣起来了。压中间。压这里，对，这里，压下去。压。打开了。嗯哼。哇、哦，你做到了！这个周末，这个客厅的角落会做一些改变，因为我想要把这个三层柜移到中间房间，然后要把这个书柜替换掉，换一个新买的 IKEA 书柜。这个书柜也很棒，是不知道之前哪个室友留下来，本来放在母蛋的房间，然后后来我把它搬到客厅来，然后把它漆成这个颜色，因为这样对我们整个客厅比较搭，因为沙发也是这样的深灰色，然后整个客厅看起来会比较沉稳。但是牡丹的这一格，它这一条已经坏掉很久，然后下面又有铁钉，是有点危险的。然后牡丹都会来这边拿书，就会把那一层搬起来，我觉得很危险。那加上它拿来当书柜，前面这一格有一点太大了，我想要换成一般的书柜，所以我现在要把中间房间的书桌拆掉，然后把这个柜子移到中间房间去。这个书桌我已经把上面整理好了，然后接下来就要拆卸下面，然后把它收纳起来，再把柜子搬进来。这一盒是来整理这十几年来的卡片，各式各样朋友送的卡片，里面还有以前我在无名小站写网志的时候网友写给我的卡片，已经过了十几年了，搬了两次家，可是通通都留着，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放他在干嘛？在最后一间玩，我们去看他在干嘛。他真的想要这个车子，要玩那新的小房子。这高度是我没确定的。对啊，因为我想要它悬空的，这样我就可以打扫下面。
对，这样好。橄榄树要进来了。本来的这个桌子我也很喜欢，它是我用上面这个跟伊藤的朋友要的原板子，然后把另外一张桌子的四个角跟它锁在一起，但因为它是纸浆，所以用久了以后你看它的边边会开始膨胀，然后觉得这样子对牡丹就会有危险，它可能会刮到，所以就决定要换一张新的桌子。